居然连皇上都特意为沈景庆，让入王府上下一起陪同出席宴席呢，可真厉害！还不是因为是将军夫人，若是个府上的小郡主，谁把她放在眼里？嗯，也是。不过，今日皇上若是特意为姐姐召开盛宴，这朝中上下谁还不来巴结姐姐？错就错在，当时是沈景顶替姐姐上的花轿。 我本来就是将军夫人，要不是因为大家说恶魔将军、恶魔将军，哪能有他的份儿啊？姐姐，现在也不晚啊。若是皇上知道沈锦当时是故意顶替你上的花轿，这可是欺君的罪，还不得扒了这丫头的皮？沈锦故意顶替我？你想啊，除了瑞王府上下。 谁知道沈锦当时是怎么上的花轿？而且父王宠爱你，肯定会护着姐姐。到时候你就成了将军夫人。对呀、啊。昨天我听母亲说了丹翘之事，我是真没想到，沈子这丫头能做出这么龌龊的事情来。心里很是生气。你说都是自家姐妹。 总是千来刀往，真是对瑞王府待遇。要说丢人，那自然是洗脚女的女儿最受之羞耻。你说话过分啊！我过分，因为你，我莫名其妙被父王责骂，我主动跟你求和，你还羞辱我，你沈锦真是好算计。妹妹，咱们能不在外面丢人吗？可说话就说话，别牵扯我娘亲。 嫁人之前不就是我近旁的一只哈巴狗，现在成了将军夫人，尾巴都摇起来，真是像极了那个洗脚奴。你打我！都别闹了，行不行？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。